而且是 live， 对，我的第一次献给你，我的第一次也献给你了，哎、欸，怎么敢呢、啊？你知道，因为你们怎么？对，因为之前都是那种，可能是我们没自信，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怎么敢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主持 live 现场？我也这么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也，你之前跟伟静你觉得怎么样？你今天会紧张吗？我跟伟静不太会紧张，因为他很会就是一直讲，而且我跟他比较熟悉，所以有默契啦。哦、所以你跟我今天会紧张是不是？会，真的假的？会。其实我其实也会紧张，因为通常紧张点是因为我有看过伟静跟他主持，因为我知道我要跟他主持，我看了很多就是现场 live 的时候，因为伟静会一直滔滔不绝，一直讲很多东西，然后他就会附和。那我就是不是那种会滔滔不绝的人，因为我会卡词。然后今天就是有备而来，你知道吗？真的有备，带一只熊啊！那你今天当主 key， 不要老，你今天当主 key， 不要了，不能了，我当主 key， 我你看之前 live 不是不是不是，你看之前伟俊都当主 key， 那你先当一次主 key， 难得，要不要难得有这个机会？之前对我挑战了，挑战一下 OK 的啦，可以可以，你觉得要聊什么？现在聊什么？聊啊。中秋节哦，哎呦，主题好不错哦。今天就到中秋节嘛，但是时间到了，先看新闻。哦，先新闻，先看新闻，先看新闻，来，先看新闻。安室奈美惠硬退封麦，然后邀请那个蔡依林，还有五月天、墨尔本开唱，冠佑敏感带意外曝光。我们看一下。安室奈美惠日前在家乡冲绳举办最后一次的封麦演出，邀请到蔡依林同台合唱。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烈，所以在表演的时候非常的开心。然后非常谢谢他，真的在他最重要的演出回到他的家乡来想到我，然后我很开心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我们有很多首歌。我相信他还是会继续唱歌跳舞，就是可能会选择不一样的舞台，我都希望他可以继续做他热爱的事情，然后需要我的时候可以打给我。两人因为这首歌结缘变成好朋友，就令更感性的送上祝福，也希望他在今天以后步调可以过得更加轻松平稳，然后一样很开心展开他的笑容。我的晚安，好久不见。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到澳洲墨尔本。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呢，其实在生命中就没有办法绽放出很多的奇迹，包括在今天。其实五月天呢从台北飞过来十几个小时嘛，能够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在五月天21年前刚组团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子的一天，在这边会有男女老少大大小小的朋友在这边。没想到粉丝点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竟让冠佑的敏感带意外曝光。冠佑，如果不要碰我了，你碰我又很奇怪，碰一下会怎样？对啊，碰一下很小气耶，对啊。你认真一点啊，人家点的歌你这样子，好，我认真唱。
如果我不在意，等一下，不是他不出来，我也没办法。重来，不是他，哎、欸，你应该要早一点出来。不是，他第一句就歌名而已，他晚一点出来会怎样？那、啊、你在那边想那么久。开玩笑归开玩笑，不过距离上次墨尔本开唱已经相隔六年，怪兽要向粉丝郑重道歉。六年前来的时候有跟大家约好以后都要常来墨尔本，没想到一别就是六年这样。对不起，在这里我很诚挚的跟各位献上最深的歉意，希望以后再来墨尔本不要又是六年了，好吗？整理报道。你的敏感带在哪里？我的敏感带，我的敏感带应该是耳朵哦，因为我只要别人在我耳朵吹气，我就会就整个会揪起来。大家小力点，小力点，收起就会。那个气不能放松，先放松。大家先放松了，这完讲就开始了。等一下，等一下，你等一下，不要动。会鸡皮疙瘩一个，真的会鸡皮疙瘩的，真的会鸡皮疙瘩，好特别哦，而且是给男生。你的敏感带是哪里？我的敏感带脚底，脚底。你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训练，就是对，跟朋友彼此抓脚底。这是现在的敏感带对不对？现在以前是奶头啦。刚刚丰田跟我分享，等一下回来再跟你们分享。我们进一下新闻，电影《摇滚乐杀人事件》的专访，我们看一下。电影《摇滚乐杀人事件》描述90年代摇滚乐团的故事，导演游志伟加上杨大正、林晨曦和宋博伟接受百分百专访。不过在专访前，我们准备了演技考验。是草莓哦，西瓜啦，你草莓啦，好死了榴莲，是奇龟了，火龙果，嫩菇了，芒果鸡，芒果鸡是什么？槟榔，槟榔是水果，槟榔是水果，很好很嗨。会准备这环节，全是因为电影中描述怀抱热血的年轻人追求梦想、组团发片，过程中也有不少意见冲突、情绪爆发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是我跟导演，我们会一起看一些这种乐团纪录片，或者是人家重新编写故事的乐团剧情片。很多时候也是大正跟阿强他们会给我一些指导，一些舞台指导啊，或者是大家真的在练团在录音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一些争执。摇滚乐杀人事件，所有演员都是会玩音乐又能演，包括本身就是灭火器主唱的杨大正，还有宋博伟、林晨曦也曾经组过乐团。其实很多情形都是有感而发的，比如说乐团之间怎么维系那个情感，然后在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怎么统整出一个新的方向继续往前。那其实舞台的混乱程度是比灭火器还严重。所以我大概才一年，我那个乐团大概真的大家有在完全在里面写歌啊表演的时候大概只有一年而已，只要没有还没有到可能会有太多业务然后吵架的阶段。是没吵架啊，也没有什么必不可要这种场情节在里面，但第一次表演的时候很紧张，然后就喝醉了，上台之后就忘记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片中展现 rocker 霸气的一面，但杨大正在片中还超爱撒娇，首映会时主持人 Q 了一段，那一下做一个闪亮的表情我就放过你。嗯，哇哇，你有没有跟人家报备啊？哦，乱吃，靠一下没什么啦。在电影中，宋博伟跟林晨曦都有激情床戏，问起杨大正会不会也想拍，结果一旁林晨曦的超大反应让全场小翻啦。激情戏可能会是我的门槛啊。Oh my god！ 天哪，不要，不要嘛。为什么？为什么？有他那个占据荧幕的范围，可是人家瘦那么多了，瘦了是不是？那有好看第二集吧，可以露腹肌了，是不是？
好像没有，还没有，好吧，那再加，再接再厉。好狠哦！好好讲，你好狠哦！对啊，为什么我这么好好草莓要这样啊？哈哈哈哈哈！为什么草莓？草莓啊，好啊，那就希望《摇滚乐大人世界》的票房超好，这样子的话，导演应该会自己做一个这个印章给我。哦，摇滚乐大人世界9月14日，邀请大家一起。进戏院去看，一定要去看。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等等有一起吃奶花的。哎、欸。中秋节哦，对，台湾中秋节呢，其实很多人都在烤肉，没错。所以今天雨辰跟 Wish 呢，要带大家去烤肉喽。我们把现场交给雨辰跟 Wish。一起出来玩，中中秋烤肉去。中秋节是要烤肉嘛？对。那今天找谁烤肉呢？两个烤肉真的太无聊了，太尴尬了。再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店是鸭头的店。哎呦，顺便哦。直接，我们就直接去找他，好不好？走，好不好？我自己本身是来吃过几次的哦。我也吃过几次，还是。哎，老板娘。顺便哦。本身是来过蛮多次，对，不得不说他们的东西真的是好吃。我本身有来过，他是好吃，哇，又好拍，对，因为那个装潢专门给他拍照。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没错，就是在来了以后，要晒到我们的实验袍，然后配上我们的。有准备我们的吗？有准备我们的实验袍吗？来啊！有黑的跟白的。真的假的？对。为什么要点亮？这是有一个实验室的这样。对，实验室的概念，就是我们来了以后，就让客人可以自己烤的时间更精神。包厢嘛，对，让大家可以有比较临时的一个聚会。太好了，对，好，对对对，你坐。哇，真的。我们为你准备了我们的猪肉套餐，跟我们的象征牛肉套餐。牛肉嫩，牛肉嫩，反正我是嫩的，我们。
牛在草原上奔跑的感觉，非常的新鲜啊。哇，哎、欸，很鲜哎、欸。哎、欸，你们这厚的是什么？厚的是那个大块，就是猪舌。猪舌吗？一般烧肉店很少会吃到猪舌。对啊，一般都是牛舌，很少吃到这么厚的、欸。对。对。所以我们非常推荐来可以吃一下猪舌。不止这么简单吃一吃而已啦，还是有人要玩什么吗？不然干嘛？所以他们立下考验，我们考验你们，就是谁烤的肉就是现场客人最想要吃，好不好？好、哦，知道我们去找女客人互动嘛，或男客人互动。烤的肉最想吃，我们烤给他们吃吧。对对对对对。看他们选择吃我来吃什么的。对，看谁啊？就是有没有好、啊、怕客人？那我先把我烤的先切开。好大块！你为什么手？哇，这个平常哇。
这个手抖的哇，有酗酒的习惯，还可以，很好。那我跟你讲，今天特别丫头招待我们，来这边跟你们一起。你们想要吃哪一个？想要吃哪一个？雨辰跟魏旭跑给你们吃。啊，一大块好不好？好。大块一点好不好？好的。雨辰同学的部分好不好？旁边那个长得好像梁以辰哦。梁以辰。有吗？看一下，对，好像有一点点。镜头。你知道梁以辰是谁吗？好像有听。好，这是一个是漂亮的女生，一个漂亮的女生。我看一下。蛮漂亮的啊。那你会玩狼人杀吗？那你平常在玩狼人杀吗？那这是你中秋节第一次烤肉吗？还是说已经好几次了？已经烤过了。那你然后我喜欢想要来这家，对啊，因为鸭头。有在网络上看到。有在网络上看到。哦，所以网络上评价其实蛮好的，对不对？嗯。哎，这火锅这样是 OK 的吗？对，有用火锅。这样我就这样。可以。哎呦哎呦，可以吗？可以吗？这是什么牛啊？老板是什么牛啊？主要是特色吗？美国牛，美国牛。所以你现在是学生吗？对。在大读大学。刚毕业。可以说是哦好，那这个就留给你。好。然后我们再继续，对。好，我们就别跟我玩了，好不好？好。所以这边会点吗？再说。好，再说。还有什么？来，你来玩个游戏吧。玩什么？对啊，因为跟客人互动，还是要有一些小游戏的部分。好哎，那就来玩我们这里面的一个膳食游戏。好。对，我们这里呢有五把膳食。五把膳食。其中有一把呢是写主题两个字。好。那选到这两个字的话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猪粪金一份。哇。还有猪粪金，所以等于抽出两个无敌的膳食就可以获得猪粪金。对，抽中一个刚好，所以五选一很容易中的。大家去做玩吗？好。好，我们来刚做一下。打开它，这个是。什么？哎呦！不能喝回家，我还没走。加码。你们是有本身有吃过吗？就是感情有好到闺蜜都会接吻吗？有时候不是跟他们两个，不是跟我们两个，我以为是跟我们两个，我在准备好了，太多还是对，好，那就给他们吃。好，你们谁想跟谁一起？因为如果跟谁 OK， 能在百分百前面见证的话，见证友谊的话，好不好？亲一个。可以啊，哦，不然尴尬好不好？不然没
没说都在考虑要不要亲嘛。进度太快，进度太快。来，我跟你有多尴尬。来，九十，我跟你讲，亲一下就有了，好不好？我被人肉了，不是因为。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勉强人家。不要勉强，不要勉强。让这个刚萌芽的友情要继续发展。对对对。友谊长存。台湾健康也不好。哎，那如果没有来现场的观众，有没有办法？哎，对啊，如果没来现场观众怎么办？好，就这样恭祝你的开心嘛，再加码送十份。我们十份，每人送十份，我们有免费的饮料跟一份酥嫩天锅。在哪里可以来现场吗？APP 哦，他会说只要仔细的锁定橘百官方的 APP， 就可以获得鸭头烧肉店的这个刚刚说什么饮料跟嫩煎猪肉的优惠哦，好不好？大家来哦，要参加抽奖哦，好不好？好 ，OK， 今天一起出来玩成功哦，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哎呦，肚子好饿，好饿，超想吃的。天哪，如果想吃烤肉的话，对，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U R 百分百 A P P， 好不好？对，好，那谢谢丫头的赞助，谢谢你，谢谢丫头。好，带我去打卡，打卡攻略小剧场，伟俊跟丰田一起去的哦，让我们来看一下。吃火锅，又是吃的。Oh my god！ 你要看世界片好不好？好，我们再吃第二片。
要洗一个烂豆腐。你蠢还是瞎？是蠢还是瞎呀？皇上，您可不知道，不管这事有多荒唐，只要有人信了，那都是真的。只要有人信，那就是真的。这就是真的。管奴才，您说，您说，这是豆腐还是鸭血呢？娘娘说，这是，就是吧。真是太棒了，娘娘上次打的赏给你啊。李玉，你起来，你看这里，怎么那么笨呢、啊？最喜欢或者最想要吃的是什么？糖点有没有最想吃的或者你刚吃到最好吃的？豆腐，豆腐哦，不过一定有豆腐。我们说刚刚是卤豆腐，对不对？对。哇，而且看起来很辣，但不会到，所以它是香的，对，香的，而且很入味，它那些豆腐鸭血。哦。五分了，很高，还有一点点鲜味。我最想吃的就是这个牛小排。哇，我的天哪！ Oh my God， 马上来为大家。而且听说这个牛排的等级，牛小排等级是很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可以抖了一下。很好吃。都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这么好吃，哇，好好吃哦。嗯，我想要吃吃看它这边那个什么墨鱼丸。哦，墨鱼丸是不是？丸子。哦哦哦。怎么样？哦天哪！好烫。可以找大家玩，可以慢慢吃。报复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夺走他最想要的东西。要报复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抢走他最想要的东西。你干嘛抢我的丸子？火，魏璎珞，天生脾气暴，不好惹。火，魏璎珞，天生脾气暴躁。只要是再唧唧歪歪，我有的是法子对付。谁要是再唧唧歪歪的，我有的是办法对付。魏璎珞，你要干啥呢？啊？你这以下犯上啊！你这奴才，你一定是不要是吧？啊？好了，贵妃，你这一日要吃午餐，吃这么多丸子，还浪费了。感觉怎么样？你们两位都有看那个最近很火的那一部的？没错，我已经看完了。对，你今天很入戏，整天沉浸在那个对很烦的状态。很开心啊，因为但我还在第十集，所以我还是很入戏。但是他的那个食材呢，很新鲜，然后真的很好吃。啊，你是突然接到火锅的？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然后两位今天也要宣传的东西是，我想要宣传的是《梦的初登场》那首慢歌，然后歌词呢是我自己创作的，歌词是我自己写的，然后跟范阳景一起就是创作这首歌，然后是关于梦想的歌，希望所有在追梦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听这首歌，然后一起努力完成梦想，加油！没问题。那温迪呢？他就是我的第一张首张 EP， 然后里面有就有创作，然后也有要抽出 Icon 跟 Winner 的门票了，是的，我们休息一下。
好的，新闻多连发，陈德容不老冻龄却让人家大翻白眼，郭彦均全体合体出席活动，让我们看一下。丑女星陈德容现身代言，自从婚后就鲜少公开露面的她，终于有机会展现她冻龄般的外表，看起来完全不像40岁。就是我在吃东西上面比较不会喜欢去吃零食，然后炸的食物比较不太会吃。其实炸的食物吃多真的很难不长痘痘，真的很难。就是就算你本身的这个底子再好，还是会。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忌口。不过婚后和老公甜蜜过生活，陈德容已经很久没有戏剧和音乐作品。不过这可难不到资深的记者哥哥。那结婚最大跟单身不一样，当然就是说你不用再一个人去，有问题来的时候一个人去面对。其实每天早上起床会对他唱爱你歌。不会啊，应该他跟我唱。OK， 好好笑哦。哎，你有听过这个？就是要故意啊，是吗？要我帮你签名啊。同样当年爆红的琼瑶大戏《还珠格格》日前传出将要重拍，这也让陈德容好期待。阿姨的戏还是真的有品质啊。嗯，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她很让我欣赏，就是她是很执着的在她写她自己风格的书，她不管别人怎么评论。很好啊，《还珠格格》，你觉得我要演什么？你喜欢那个珠子吗？郭彦均带着老婆及女儿一起出席代言活动，难得全家一起现身，却让郭彦均大呼超紧张，就怕老婆会生气。我今天这个活动其实confirm好多次，因为我老婆一直很不喜欢在这个镜头前面就是曝光，然后她说可以曝光，可是不准说话，所以我很害怕，我这样表现应该 OK 啦，不然会被他骂这样。我刚刚说那个回家的时候让他看 Elsa 电影，可以看多看10分钟，所以就乖一点点了。而女儿圆圆现在越来越有主见，对自己的穿着超有想法。我们需要我们选，可是妹妹现在越来越有主见，比如说鞋子啊，或者是衣服啊，她现在变成说她都要自己选。但是我们现在 baby 现在出门的时候就会开始帮他挑，就3-4套让他选。哇，像现在是变成说我们拿衣服给他穿，他都不穿，他都要穿那个我们没有拿出来的衣服，甚至他会拿那个就是三天前穿的衣服还没有洗完，他会去那个洗衣篮里面去抓那衣服出来穿。对，就臭臭的，他也是会穿。不过郭彦均日前发文，突然感慨女儿长大得太快，竟然已经想到女儿结婚那天。因为现在有女儿之后，真的会发现好男人真的不多，就很害怕说以后跟他在一起的男生会是什么样子的男生。就哎，算了，不要说这个，就顺其自然吧。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娱乐百分百 APP 下载了没？下载了吗？你还在等什么？下载娱乐百分百官方 APP， 进入专属休息室，成为独家会员，除了可以窥探偶像明星私下的不一样花絮，私藏主持人独家桌布跟专属铃声，还可以不定期获得明星好礼，以及享有免费参观录影的福利哦。好赚呢！我刚以为卡一个或卡两个，我已经会了，而且念的讲过很多次了，而且念的越来越快，之前还会慢慢，现在越来越快。好的，要来抽出一下 Icon 跟 Winner 的票 APP 了，来，你先，我先抽 Icon， Icon 的，来喽，有吗？等一下，按就抽出幸运儿 ，Icon 的。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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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抽出幸运儿，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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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获得。哦，得奖的是林美仪、黄梁记、林依林、
帅颜零首人，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每个人会有两张票，每个人会有两张票，带着你的朋友一起去看哦，好不好？我先进一下广告。好的，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那个敏感敏感带，然后刚刚讲到你好像到你那边之后就进广告啊，对 对，就你之前有另外一个敏感的地带是奶头，但是那是我以前国高中生的时候，我太爱捏自己的奶头，就是听老师讲话的时候就一直捏，每次就不听老师的话一直捏到现在完全没感觉，他说已经没感觉了，就你已经没感觉，也没感觉，所以跑到他敏感地带跑到你用力捏。订书机可以给我吗？想订用力捏，真的假的？真的，这样好吗？可以的。进去里面，我进去里面。在哪？在哪？对，这边的，这边。好。完全不动，你用。哎，真的。再用力。用力都没有感觉。真的，已经训练过的。怎么会这样？好恶心哦！好恶心哦！哎，这样他不就没有了？而且我今天跟那个丰年主持啊，我觉得很开心。真的吗？因为没有我哥，我第一次主持要抬头看人，你知道吗？没有 wish， 因为我第一次主持要抬头看人，那 wish 比较矮一点点、啊，对不对？然后还要这样看他。那你今天跟我你觉得怎么样？很好玩啊。真的吗？嗯。你有没有骗我？没有，真的很好，真的哈、哦，而且很好。哎、欸，今天你是主 key 耶，今天你是主 key 耶。啊，对对。主 key，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在私底下我们有聊过，因为我们第一次现场，然后我们就想说要聊什么，然后我就问他说日本有没有中秋节这个东西啊？有，类似的叫月见，月见就看月亮的，然后就摆一个吃摩拉鸡啊，马鸡啊、哦，是吃马鸡啊，你们是吃马鸡，还有一些栗子什么，栗子啊，烤栗子，荔枝，那个。咖啡色的梨子、哦，糖炒栗子啦，啊、对，那一类，对，因为我们这边是会那个送那个月饼，然后会烤肉，没错，然后团圆的时候会烤肉。我已经拿到月饼了，拿到了，就是对，谁送你啊？其他那个工作的时候，那你有吃吗？还没，待会吃，那我也要送给别人吗？你要送你哦不要，哎，要送给别人吗？这个是。要互送对不对？是不是前辈送给下面的人吗？还是下面的人给上面的人吗？哎、欸，其实这个不一定，有些就是会互送，啊、感谢就会可以送了。对，那主 King 你今天来做个 ending， 你来做个 ending、欸、啊？对，明天播出的是百分百游戏王，哎 ，MB 播放的是许嘉玲的《我的青春是周杰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